你爬起来跟我玩啊！你两条孙公，你安尼急点点啊！我都唔知啊！你偷偷的算计我呢？你这个命带真久嘞，佫真够啊！你活到我安尼一世人啊，坎坎坷坷，受尽各种的折磨啊！我唔拿一边纠缠你，我唔拿一边咒诅，我一定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结果你怎么啦？你搞不记头，你到底在家？董事长，难说我们晚上你帮我弄啊，不可能啦！我不可能这简单的帮你说，我不可能这简单，让你这样好吃过。我要你用你剩下的人生来弥补我，我未决定。你跟你这个衰人找你，因为你有我能力了也无够，你真正报应还袂来，你也袂爽。你即马坐起来，有听到无？坐起来！起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起只，你起来听无？朱丽萍，朱丽萍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完了，完了！你莫这样激动，我相信你所讲的话，我妈拢有听到啊。你即摆一定真想要起来跟你拼输赢，不过就是身体不温存啊。所以你即摆这样激动，我又出一个话。爸，都是我不好。是我害你为着我走丧，才会发生意外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是你，是你。就万不会，是安怎啊？唔管安怎，甲你妈拢袂惊。安尼我好好甲你讲个咩啊？就来咩啊？听清楚。这是我单独写一世人唯一对你的请求，不管安怎，一定要赶紧精神过来，因为这是你欠我。你若无想要欠我到后世人继续跟我过过的，你就赶紧精神，赶紧起来，因为我等下跟你算账下。朱丽萍的家属，是，这是苏玲的物件，请您收起来。多谢。嗯？哪会有溜啊？这个不是子谦杀的溜啊，那是你的妈家。白人送来病院的时阵，伊的手提的这粒溜啊，提甲就安尼，我嘛是费了一点仔功夫才甲找到的。多谢你。卡叔讲，阿妈是无细里为楼梯跌落去的，照理来讲是。抓边仔的树啊，还是草啊，啥物的？伊手哪会抓这溜啊？那就代表伊跌落去的时阵边仔有人，而且就是这溜啊的主人。
敢讲阿妈跋落去不是意外，是有人造成的？青青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恁阿妈是去用杀落去的？现在没任何证据，我也不能确定，这只是我的合理的怀疑。同学，你看咧，妈最近是不是有跟人冤家，或者是过冤仇？你敢真是认为有人要害伊？我。阿哥，现在状况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我真正足烦恼的，你紧回我好不好？办公室传简讯跟我讲，有着急的代志要处理，妈就是麻烦你照顾。我代志若处理完，马上挂断来。好。上好你是真正去处理工作，唔通伫个别个所在我拄着。当然，刚需要派人东区对调。你调查林子宪人伫倒位，我要找伊，甲代志摸清楚。是。即摆敢若希望恁阿妈会当赶紧清醒，假使讲伊若真正是去用陷害的，一定要找出凶手。你想怎？今天。你把物件摕去病房，我去洗澡先一下。哦。这款不爽快的感觉，哪这么沮丧？我这个月身体起不来，刚刚我有心啊，这个有可能。你来啊！阿哥，即摆状况安怎？你拢无回复我，真正足烦恼的。白人送来病院的时阵，伊的手袋即粒料袋甲足红的，我嘛是费了一点仔功夫才甲找到的。妈袋袋手内底迄粒料啊，真正是值钱的。敢真正是子谦甲妈杀来？同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就要问你，现在你听到阮妈昏迷不醒的时阵，难道是这种双齿口开的反应？你不唔对啊！我现在关心妈哥，我哪有可能动作无要无紧？你会替伊烦恼，我当然也烦恼。你想怎肯放手？我问你，我妈会跋落楼梯，是不是你挑工甲杀落？是不是你讲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哪有这种恐怖的想法？你妈妈嘛是我的阿哥，我哪有可能做出这样可恶的代志？你确定你无告白餐？那安尼，我问你，是安怎你这西溜啊无去，你家己拢不知？我真正不知影这溜啊什么时阵无去的。第一公文的时阵，我为着要阻止恁妈去报警，我确实是有甲伊悠悠啦啦。啊，无得卡就是迄个时阵，恁妈甲迄个溜啊悠伫个手头，啊，你看。我才有受伤，迄嘛是你妈妈迄个时阵无说你去回掉的。
你别讲硬拗啊！就是你挑工把我骂杀落楼梯的，因为你知影，伊无可能接受你跟我做伙，所以你就规气心肝凉瘫痪，把伊杀落楼梯，是不是安尼？我，东君，你好好想看麦。我现在做这种你绝对无法度原谅，而且对我家己一点仔好处拢无的代志。你想要做甲我想到遐尔歹？你想要做就别认为讲遐尔啊，是我想要甲恁妈妈打三架，甲伊幼条时阵落去的。子谦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是安尼要想你家己啦？讲讲较侪，救助，露出家己一刀来表达我的心。我用我家己的性命，还阿哥一命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今麦跟我一相信啊？好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就是阿妈，你敢有需要做我这款程度啦？你干脆在老火啊！来，坐坐来啊！好佳哉，我用苦留计，先度过一关。开始，你约亚杰去已经什么地方买买冠军地，这就是一个记录。除了平阿伊罢免时发现啊，有甚物所在唔对，所以袂放心，对伫亚杰后壁要去保护伊。结果真正会抓到你的枕头，你这个歹心毒性的查某，你一不择你不休，你直接对下毒手对无？朱丽萍啊，手上有一个女娃甜条条，迄只女娃一看就是查某衫顶款内容的。即摆我想要看卖，你身躯顶这领衫，女娃敢有夹？安尼我才会当知影我是不是会当相信你。你给我起来！我今日穿外套就伫遮。我拄只淋咖啡的时阵，无说你去甲伊用垃圾去，才摕落来要去送洗。你会当检查看麦，甲你讲的你我是毋是有同款？大伟，今天外头你我无检，而且甲那边只手套伊也无同款。安怎？检查好啊？会当证明我的清白？唔通掠准？安尼我就会相信。听清楚，若是我抓到你的枕头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要查你做伙去查，我心内无啥物惊鬼，阿哥伊嘛跟我无关系。你的脚嘴看起来真正足深的呢，啊，不过可能。而且你小心一下啦！啊，万一阮爸因还袂真正离开，还搁伫外口等你聊话咧。你是讲啥？刚刚你迄阵我会，我会用老红灯，你才敢问。而且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要证明我家己清白。我知啦，来，你先坐。哎呦！